但抢不到，我们拿棒子好了。近年不吃任何装备效果，吃啊？为什么不吃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他那个应该也是会吃魔法伤害啊。他开大的时候，我要确定啊。开大的时候感觉有伤害，我干。哇靠！刺客海盗，所以现在必中很难成型了，所以其实，在刺客这么猖獗的年代，穿防爆装其实用途大幅增加了，这防爆装的用途已经大幅增加了，所以我预计大概是会给他穿防爆装了。这大概都不用了，来存点钱吧。对啊，现在只有四兽有必中效果，蛮重要的。只要刺虚空也有点难啊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主要防刺客。哇，他没变到身，这应该打不赢。打不赢吗？打得赢吗？为什么一副打得赢的样子？差一点点早安。有几家在玩刺客，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家哎。不过刺客现在真的很强啊，拿护甲也不会错啊。而且现在冰冻被 nerf 了。BB， 你在寒冰霸权冰太久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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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是应该上恶魔啊，可能应该上恶魔。是不是在玩约德尔啊？他没有在玩约德尔，他玩法师。龙还是被 nerf 了啊，龙还是被 nerf 了。龙确实是被 nerf 了。先和反甲吧，不知道，我还是蛮想上暴击的，其实。干，好痛哦！这死神之刃超痛的。12哦。等一下，很赞。哇，等一下，蜘蛛三星了。大大，你的蜘蛛怎么三星了？大大，你的蜘蛛怎么三星了？等一下，哇！我还是有点需要那个反曲弓。看，完全没看到大，我近爪完全没看到大，这只被鬼妹没有死，三，这差超多，这只可能可以下来了。哇，看还是死了，我要找一只龙吗？这应该比较强。存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龙我们应该升级啊。
感觉是伏击之爪欸。先这样吧。蛮想要给他鬼锁的啊，可是我们有点是可以继续等啊。赞，应该可以清掉全部。可能差不多要把这个组合弃掉了，我不大确定。他三星龙女没有变到身，感觉是变法师吧？我觉得是变法师，然后我可以上三法，把这个换成摩甘娜。我们现在三变刚好。又低成这样啊！抓，因为原先反曲要给他，反曲光要给他。哦，干，被喷死了！为什么？干，超痛！我们太弱了吗？我待把他换成他，把恶魔拿下来。呀，第一名在玩什么？他在玩，怎么他那么强？他有兵。我大概要还是把这个拆掉，改上法师上来。这阵型有点怪。我干，等一下什么东西啊？物理伤害哦，直接被火箭炮干死。
看我需要六遍呢，我需要六遍，三十六。我靠，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应该改上这个，所以这个可以卖了。然后，我干，还是被烤死哎、欸！嘣！还活着吧？这样好像不大对，就给他吧。OK。OK。龙爪没放上去哦。这样可以吗？这好像可以吗？给我吸点血好不好？OK OK OK。看这样怎么换？完蛋了 ！Oh shit！ 我现在五变形，不是最好。我们是不需要，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个了吗？我不知道还需不需要那个，我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守护。等下这个到底是三小？3%生命的额外魔法伤害。哦，3%生命哦，看这是趴数生命，对我们来说超吃亏的。少放的是这一只哦，这要给谁啊？给他吧，还是给他？完全没输出的感觉，那个解析是有问题耶，那解析伤害有点太高了。我干！我给你了，加油！要把它买了吗？三星差一些东西，感觉什么东西啊？
这是我的吗？这是我的。我们前三了，我们要找龙女三星吧。什么都没有这样这个我应该也不要了。干，这只我会死于这只身上啊。一只，这只太痛了。这是装备者3%最大生命的额外魔法伤害。然后看一下它的组成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它是四兽人三变形吗？对，它是四兽人三变形。哦，我觉得那样没有很好。它也是四兽人三变形。它还有在加法师的样子。他应该会赢啊，是超强的。干哦，难怪哦，因为他有装巨人杀手，所以我龙女才死的那么快。他是六变，然后一个野兽，两个野兽，三个野，就是六变四兽啊。六变四兽，然后这边是三变，这边的阵比较乱一点。有六变四兽应该会赢啊，这只超强啊，除非他有办法把这只秒掉。可是血量真的就超额，这5100的血量。对，现在只有四兽人，不是兽人，是四兽人才有绝对命中了。